队长有一条木木侠和他帮手的联络密信，速速呈上。请看，娜娜的泳训式防护服做好了。太好了，防护服对娜娜可是性命攸关的。海龟号正送往你们附近的河畔。得闻此讯，可加善用。我已经想好了。这河流一眼望不到头，比高速公路还长呢。无定河观船默默星是这里的生命之河呢。是海龟号收快递去喽。包裹不要躲、哇，看起来就很棒棒呢。战衣在此，请收下。大橘，你不能吃，快还我们。你猜他会不会吃呢？刘玉，你要干嘛？这么好的东西，我要你猜猜看呀！转运珠台，如影随形。我的心肝脾肺肾呢？它变小了。糟了，快追！掉下去了。洞太小了，怎么进去呢？波波之力能打通脉络，让人暂时缩小。抓住我！默默之力变小。哇，娜娜，你本事还不少嘛！身上的防护服要失效了，快点找灵院吧。我的心肝脾肺肾呢？美女机械师，防护服丢了吧？我们大意了，有没有什么线索？新防护服上有定位系统。可以在通讯器上显示。科技宅棒棒的，他可别想跑。小心老鼠。对付老鼠还是很简单的，放心啦。喂，我的心脏疲惫肾呢？快溜！你们别过来呀、快躲猫！遵命。好像没追过来。回去了，我得养一窝猫防身。这么多粮食。这是他们的粮仓。哇，变小也不错，一个汉堡都够啃三天的。报废警报，我必须得赶快换上新装备。我来定位一下新防护服的位置。这方向在我们头顶。是那只橘吗？都变成橘虎了。看来得赶紧恢复守护。放开等等，你这只大胖猫！放他！大橘，你干嘛抓等等？你猜呀？又是你！你猜对了。猫和老鼠做朋友啊？是这竹台辣的项圈作怪。大人变身，
水！哦！火！火！金！万顷正义，守护家园，我是波波侠。大橘，你先忍一忍，我这就来帮你。融化项圈，元素之力，烈焰，我的闪心魔圈啊！哎呦，压死我了！大橘，来我这儿。好了好了。可恶，看来大橘一点都不喜欢你啊。短信烛台还原，等等，解除缩小状态，魔王之力回复。我的宝贝可不止这点能耐。转运烛台如影随形。啊，我的心肝脾肺肾呢，还能变多大？你猜猜看呀。驱赶攻击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，无痛不痒。头部应该是弱点，元素之力，像蚂蚁打什么鬼主意。看我打地鼠，看我躲地鼠。哎，老鼠的尾巴摸不得。哎呀，啊，我疼！你猜我一脚下去会怎么样？哑铃鼠压顶。你猜我还能不能变大？灵韵变形是依靠转运烛台的火焰之力，有办法了。我还想跑？灵韵输定了。刃如藤木，迅如烈火，骨如厚土，坚如真金，灵如流水。巨浪波波拳！宝变回原状了！波波侠，你敢毁我烛台，你猜后果怎样？无定河，自然之水。快点找到转运烛台。心我召唤。啊，居然没找到。巨浪摸摸拳，这招我可猜不到。守护绿叶。摸摸侠，你比灵韵还要机灵的多呢。哼，是混沌王限制了你的力量呀。你猜我会怎么对付他？御守灵韵回归了，焕然一新的守护精灵，元气满满。走吧，曙光就要到来喽。